其实我们当初很冲动，因为礼拜五的六点钟，很多人还没有下班，还没有下课。可是我们已经说出去，我们就真的做到了。刚才各位看影片，就这样子。我们是一群自以为可以改变世界的人，像我自己，一直从小到大以为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世界。我到现在为止写过100本书，拍过100部电影。我发现世界还是没有改变，整个世界还是那些人在操作。我是在蛮泄气的。后来我想通了，一个人真的没有用，要结合一堆人，要觉醒，要集体的觉醒。 那各位看到5、6运动，就是一群集体觉醒的人，导演、作家，加上我们刚刚各位看到许多许多陆续加入的志工，唯有全台湾的人素质提高，唯有全台湾的人觉醒才有用。其实我已经做阿公了，我有2个孙子，我到今年中又有另外2个孙子又要出来，我变4个孙子了。我可以告诉各位，我并没有为了我孙子做什么，因为我有孙子之后。 我就放心了，因为我有后代了，所以我就更不怕了，我就更勇敢了。谢谢。大家好。前天我问素馨为什么不让台北市的市长候选人到这边来讲，他反不反核？素馨说不让候选人上台。 可是素馨错了，因为他不知道，我今天来就是要宣布我要选台北市长。这个是我在做梦。全市长一个荆轲的就够了。我刚刚讲的不是真的。 跟台电跟我们讲，核电厂是安全的，那个也不是真的，大家要判断清楚。我们五六运动的人已经有默契，我们不参选，但是我们会去帮助任何愿意废除核电厂的候选人，我们会出力去帮他站台。 我也想过，我们花了快3000万盖了一个核电厂，不用怎么办？你放心，核市场大得像一个太空城，我不要钱，交给我来规划，我把它变成远东区最大的游乐场。我们会把用掉的钱花回来，远东区的人都会来这边玩，因为它最大最好玩。 何事不停？我们每个礼拜都在中正纪念堂，有空就来那边约会，来那边听歌。有大家的热情，我们会更勇敢。大家当然担心，9月他们可能会把燃料棒插进去，我一点都不怕。他插插看。 擦擦看，马英九，你擦擦看，你死定了。<笑>那个下面要唱一起《蓝莲波波》，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，所有跟在场的志工，大家一起把我们的国家救回来。大家唱《台湾是蓝莲波波》，请陈明章老师。
请再给这一些志工一个最大的掌声。好，要听 Uncle。